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会祈祷。今日是2月初十，诗篇16:50安尼讲：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甲我杯中的分业。我所应得的，你甲我高收。三个来祈祷，做完产业甲杯中分业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主啊。你是我的牧者，是我的引带甲我靠。你带我到青翠的草坡，到伫安静的水边，予我的生命拢无欠亏。主啊，你是祝福的源头，你是活命的根源，你是我得福的赏赐者，你是我生命的平安，我要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世间人打拼追求，想要得到的名声、地位、财富，到尾所得到的，拢是空空如也，最后也拢归于无，总是。主啊，我所毋望，就是你正做我的产业，甲杯中的分业，因为安尼，我所应得的，你要甲我高收，祈祷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主，咱的主若真做咱的产业，甲杯中的分业，就一切的福分，伊拢袂相属予咱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